叶子是突出那个水面的，那个是荷花。莲花它的叶子是平铺的。我确诊了以后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不能够失足。我现在虽然诊断起来是这样，但是我应该怎么办？我的心态比较积极。如果不能好的话，也不要退化下去。多接触人群，才有办法真正的愈合失职。自闭人真的很奇怪，他脑袋有很多的想法，他跟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。我一直算到79又变成50了，唯独就是那个什么认知障碍，还有什么方向迷路的脑袋就是一个就是。刚刚就碎片一样，我就是我想很多，可是我没办法把它集合起来。这话题是什么？你运气，你运气啊！去蒙古，我这个蒙古人，俺们爱来吹高哎，带吃的来，哇，我很高兴，哇，我就讲不停，他们讲我也讲，他们讲我也讲，哇，我那个什么好快乐。我们到这边来。可以认识更多的人，交换心得，我们可以互相从中学习，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。咨询顾问小组的会议都是我们这样的一群朋友，他们都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分享，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我想呼吁所有的轻型失智者把握机会来参加失智咨询顾问小组，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，提供失智族群新思维，创造更完善的失智友善环境。请大家来参加顾问小组。我呼吁大家，轻度失智者和照顾者都能来参加我们的顾问小组，人越多越好，我们得到的知识，互相交换的知识就会越多。我们欢迎大家加入失智者咨询顾问的行列，欢迎你们。